不速成变，冰神之剑，钟灵毓秀，出长成蓝甲少年，壁画秀月，沉鱼落雁，路过眼界，大姑娘看直了眼，山崩于前，他人风度翩翩，直到遇见魏无羡。原本他是双臂之一，天下无敌，怎么后来家训名誉全都抛弃？冰山那是一招完了还挺可惜，你要问是谁，他名字叫蓝忘机。听出鬼有很大压力，束缚大人很生气，还想赶走魏婴，往你忠诚打气，你却爱上垃圾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滚去给我找家训。藏书阁里藏着秘密，十五岁起变动期，但绰绰春心，他字无限，大名为影，一领老祖，他是我心头小娇妻，他遇料我，我就只想天天非礼勿视，快闭眼，就我一个光天化日头巾为影，小酒还敢偷鸡，你若问起我是谁，我就告诉你承让了，哦哦，在下名叫蓝忘机，偶尔出次轨还蛮有压力，束缚大人别伤心担心气坏身体，魏婴这个窒息其实还挺讨喜，机智伶俐，哦哦，情商颜值都不低，哦哦，大哥也说挺满意，跟着魏婴骑着驴一起大山骑，大完山骑去看看他娘家闺蜜，江城这只单身狗依旧臭脾气，别看不惯魏婴，不定日后做主意，就我一个敢要老祖这里那里，就我一个高等老祖下不了地，天天就是天天少一次都不行，叛逆就光天化日敢偷情为影，就我一个喝点酒还敢去偷鸡，你若问起我是谁，我就告诉你谁让了，哦哦，在下名叫蓝忘机，哦哦，在下名叫蓝忘机，姑苏蓝儿最霸气。